我覺得幾清晰啊，幾好啊，同埋好響啊。一嗰只會好啲，我覺得人聲中高音都比較突出。我覺得就攞嚟做睇 video 會比較好啲。今次咧，我哋就係有機會咧，可以咧用喇叭嘅角度咧去做我哋今年嘅一場好有意義嘅活動，係一個農曆新年前嘅活動啊！俾掌聲自己先。咁啊，今次咧就大家都見到啦，你眼前見到嘅一個黑色雙白色單元嘅喇叭咧，係非常之咁靚仔嘅。咁啊，呢一個咧不嬲咧都喺我上年去佢哋個廠參觀嘅時候咧，亦都俾佢吸引到嘅。深深吸引住，咁但系咧，佢個身形咧就令到我深深咁樣咧，就係不能自拔地愛上佢，但系就不能擁有嘅。那個聲我哋試過咧，就真係正嘅。咁都好希望咧，有機會可以做到一場嘅活動咧，俾大家去真正 taste 由喇叭角度去 taste 咧，究竟嗰個聲音會唔會啱你呢？喺你屋企又可以點玩呢？咁啊，所以今日有呢場活動啦。咁嗱，因為咧今日我哋見到前面呢啲咧，我哋就有一啲嘅比較上。輕鬆啲、入門啲嘅一啲嘅 two channel 嘅機嘅，咁包括咗有呢一個 N30AE 嘅 Steamer， 就一個係串流機，咁跟住下面咧就有一部安橋嘅9150，係啦 A9150 嘅合拼式 two channel 擴音機啦嚇，咁跟住咧就會推動呢一個 2CX 嘅書架喇叭機，咁呢個 2CX 1啦應該係，咁加埋我哋頭先計過咧，其實10,000有找啦已經，咁用嘅電源線啊、拖板啊，全部都係一個字。雞字，好嘛？用翻佢條最普通嘅原裝線，咁啊，同埋一啲好屋企有啲朋友可能都係，哦，我都有拖板冇乜要求，或者我都未有要求嘅，我就用翻普通拖板。咁我哋今次都係用翻呢啲字。咁等大家去試下，喂，其實依一個買翻嚟就咁，我乜都唔補品住嘅情況下，咩聲底先啦？亦都會出嚟嘅喺依個現場呢個環境之後會咩效果啦？咁樣。剛才我講過一抽嘢啦，咁另外有對座地啊嘛，咁個座地咧其實就會係用。即係 AVM 嘅模式播放嘅，有邊個淨係玩 AVM 噶？哇，似乎咧今日大家嚟嘅 expectation 可能都係睇戲定聽歌噶。其實你哋想，你預備係嚟聽歌定睇戲嘅？睇戲嘅，真係辛苦你啦！今日得一套戲啫。咁啊，因為喇叭嚟講咧，其實首要咧聽歌係重點啲嘅。即係如果淨係講喇叭啊，咁因為咧，如果一講到睇戲咧，其實就會牽涉到點樣調校。點樣 set up？ 點樣將咁多隻唔同款、唔同 size 嘅喇叭咧做好一個連貫性？咁呢個係另外一個話題嚟嘅。咁反而咧，如果我哋要知道一隻喇叭究竟啱唔啱我咧，其實我 suppose 都係揾歌聽先嘅。咁之後就再三隻，可能前面三隻連貫性係點樣，跟住先一個 surround， 跟住再玩全景聲，跟住再入埋部 M 度睇下仲有咩聲嚇。咁但係喺呢個但係還原基本部嘅情況下咧，我哋先知道咗個喇叭出嚟嘅聲音係啱唔啱我先啊。咁所以咧，今日咧，我哋都會有用一個嘅安橋嘅擴音機，一個840嘅擴音機，配呢一個 LX800 嘅一個 Blu-ray 機，又可以睇戲啦，又可以聽歌啦。咁所以一陣間我哋都會用佢嚟聽歌，用 CD 嚟聽歌啊，咁樣嘅。咁呢一個嘅組合咧，亦都會而家楞咗咧，就係楞咗呢個坐地嘅喇叭 2CX3 係啦，冇錯啦。咁啊，今日亦都會有一個環節咧，就係試呢個 Blu-ray 嘅。咁其實都唔止試一套嘅，咁只不過戲好似係一套啦，但係Blu-ray 聽歌。演唱會亦都會有嘅，咁啊都會係用翻嗱，因為8040咧係一個9 channel 嘅 AVM 啦，佢會行翻自己唔用 power amp 嘅情況下咧，5.1.4、5.2.4、5.2.4，咁咧就會係前邊5隻前邊3隻，後置咧就係側跟嗰2隻掛喺上面嘅 QX， 跟住咧subwoofer咧就會係啱啱新出嘅呢一隻啱啱到嘅 2CX 嘅12吋超低音，同埋一隻嘅Earthquake。嘅十仔，咁啊兩個咧就蹬一蹬咁樣樣啦。上次如果有睇過我條片嘅話咧，都大概知道咧 2CX 咧係乜東西嚟㗎啦。咁啊價位咧亦都係吸引嘅，即係以一個英國品牌嘅旗艦系列嚟講咧，其實我覺得佢嘅價錢係一啲都唔旗艦嘅，因為玩 HiFi 嚟講或者咩都一隻喇叭10,000蚊或者20,000-30,000蚊。其實喺一個 two channel 眼中係一粒鼻屎嚟嘅，都希望俾大家了解多少少。尤其是咧，啱啱我同 Desmond 傾完之後咧，發覺原來佢點解可以做到呢啲價錢，同埋佢其實有冇咩將價就貨嗰啲，完全唔關事嘅。佢係一個違反咗一個商業
角度商業原理的一種的產品嚟嘅，其實。咁點解可以咁樣做到呢？咁一陣間有 Desmond 可以分享啦。咁啊，不如咁啦，大家俾少少掌聲 Desmond 先啦。咁等佢講解一下咧，呢、這、一個 Mission 20X 嘅旗艦系列同埋 Mission 呢一個喇叭，究竟其實係乜東西嚟嘅咧？咁。今次我哋 Mission 20X 同 Boss 16一齊合辦嘅一個試聽會啦，咁啊，我哋又準備咗有兩聲道啦，有宣碼啦，有聽 CD 啦，有播 Blu-ray 啦，有播呢一個 4K 啦，咁又即係由兩聲道，由細隻到大隻到 Surround， 即係希望可以喺唔同嘅方位度感受一下呢個 Mission 20X 個聲底究竟係啱唔啱聽啊，究竟佢係點樣啊，同埋用特登播唔同種類嘅 source， 唔同種類嘅片，又希望睇下佢啊喺唔同種類嘅片佢發揮又係點樣啊咁樣。好啦，咁啊首先就簡介一下 Mission 啦。咁啊 Mission 本身係 IG 集團裏面，咁本身係個英國嘅牌子啦。呢、這個牌子都已經超過40年㗎啦。咁、啊其實如果以一個喇叭品牌廠可以生存到40年咧，其實就唔係好多嘅。其實數翻咁啊，即係有翻實力都有翻上下啦。咁啊，當年1977年嘅創辦人咧，就係佢啦嚇 ，Frey Arma。就係如果咧你喺經典嘅一啲 Mission 嘅產品咧，好多時都係咩七字頭咩75啊、780啊，如果有聽過下嗰啲。咁點解咧？因為佢77年創立，咁佢覺得呢個七字係 lucky number， 所以咧就好中意個七字。係啦，跟住之後又發現咗一啲電腦喇叭啊嗰類一啲其他嘅 business 啦。咁啊780其中又係另一隻經典嚟嘅。就算去到 20X 咧，佢個設計啊個理念咧都係沿用於當年嘅設計，就唔係話變咗第二樣嘢，因為同一個牌子。咁跟住之後2000年咧又出咗一套啊色仔。2001年就犀利啦，咁就出咗一對好勁叫 Palatro 嘅嘢。咁佢呢個幾十萬啫，好平嘅。哇！咁啊，一個省招牌嘅嘅產品，咁但係咧，因為嗰陣時咧，佢哋呢個設計咧，佢裡面咧就好多技術咧，因為而家嘅生產技術嘅進步啊，同埋啲物料嘅進步啊，採購啊，咁所以好多當年嘅一啲設計技術擺落去而家嘅一啲產品度嘅。咁啊，而家呢一對好似呢對係13000多啊，但係有好多一啲理念同埋設計都係沿用翻當年幾廿萬嘅喇叭嘅一啲技術喺入面嘅。咁、那個設計師就叫 Peter Campbell， 咁啊嗰陣時佢入咗去 Mission， 大約係1999年入去，咁就設計咗呢一對旗艦喇叭，到而家呢一套。Setlix 都是他作的，咁啊跟住落去就有之前喺香港都好流行嘅 MX 啊、SX 系列啊咁樣啦。喺2005年咧，咁啊本身咧 Mission 咧就俾一個更大嘅音響公司即係、就是、IAG 集團收購咗啦。咁 IAG 集團佢旗下有好多嘅音響產品嘅。咁呢個大家翻去查一下啦。咁係啦，真係太多啦，因為又有喇叭，又有 M。又有 player， 即係全線嘅兩聲道嘅都齊，好多好出名嘅產品。唔使睇啊，自己睇個 logo 啦，喺曬度噶啦。Lusman 啦 ，Lusman 啦，仲有Audio Lab 啦，即係仲有即係都有。即係有好多 Hi-Fi 嘅牌子。Hi-Fi 嘅牌子都係 IAG 集團佢嘅。呢個就係 Peter Campbell 啦，即係小失去總公司嗰時見過，就係我哋而家 Mission 產品系列嘅設計師，亦都係其實1999年入去，即係嗰個幾十萬個喇叭都係佢設計嘅。雖然話2005年佢係俾 IAG 收購咗，但基本上咧，其實個設計都係沿用英國嘅設計，一直到而家嘅。咁仲犀利咗，因為嗰、那個佢個 IAG 嘅背景比較雄厚嘅，所以佢嘅生產能力比較強，所以佢哋喺個生產喇叭方面咧，亦都好一陣間可以講多少少。喺 Mission 其實由1977年由創辦人開始咧，佢哋其中嘅理念咧。就是他們那句 Music is the master, technology is the slave， 即是說音樂才是行先的，那些技術呢其實都是為了這個音樂來服務的，即是不是說我們說、我們要個 spec 很勁很勁很勁就代表好聽的，在他們的理念就是一定要個音聽出來的音樂好聽才是的，所以呢他們除了很多自己的一些技術是為了令到他音樂好聽之外呢，他們在個調聲那裡呢是最後呢除了他用機件去確保他有一個合格的標準之外呢，一定是來傾經呢一個 Peter 咧親自用親耳去調聲嘅，即係要人去調嘅。所以呢一個係點解佢哋個聲係可以喺個音響聽歌嗰方面會好咧？因為好時有啲品牌咧可能追求呢啲好高嘅 spec， 但你發覺咧可能個聲咧係唔係咁容，唔係咁啱聽啦。唔好話好唔好聽，每個牌係有佢嘅理念啦，但係未必咁啱聽。但係咧 Mission 咧就一聽就覺得喂 OK 喎咁樣咁另外中階嘅系列就 QX 啦。咁我而家玩緊呢只。係啦，咁 QX 就係我哋中階嘅系列，咁佢個設計又見到有少少唔同嘅圓角啦，咁同埋有金屬底面啦。因為 20X 係其實2019年先至出嘅 model 嚟，佢年中先至正式發售嘅，所以係 Mission 而家最新嘅旗艦嘅系列，有黑有白嘅 gloss 面，咁就超級靚仔。基於之前啊，尤其係 QX 再優化改良嘅一種設計嚟嘅。
咁咧佢個設計咧就係佢除咗喺呢個聽歌之餘咧，佢亦都考慮埋 AV 嗰方面，亦都特別刻意設計多方，所以佢個聲係你見個樣咧就好似好傳統音響嘅聲，但係個聲係設計嘅都係比較快嘅，係啦，佢比較快聲。佢嘅高音單元咧，你見到咧有兩浸嘢嘅，係啦，佢叫我哋叫做 ring dome。我哋呢一個 ring dome 嘅單元咧，已經係兩浸。點解呢？就係覺得啊，我哋覺得我哋點樣可以將傳統嗰個 C 嘅球體可以改良佢嗰個聲嗰個高頻咧，佢可以做得個高頻做得更加高，同埋佢嗰個高頻嗰個 range 可以做得闊啲咧。於是咧就有呢個兩浸，佢就可以做得好啲啦。佢可以去到30kHz 嘅低音單元啦。呢、這個低音單元叫 DI drive 啦。咁其實係兩浸嘅一個 inverted 一個反轉用鋁製嘅一個低音單元嚟嘅，亦都係 Mission 自家設計自家生產嘅單元嚟嘅，就唔係出面揾嘅。即係無論係高音單元同埋低音單元都係自己嘅。見到側邊有啲一排排窿仔咧，就唔係裝飾嘅。其實呢啲窿仔都係攞嚟搞聲用嘅，咁啊令佢排氣咧好啲嘅。配合咗我哋而家呢個叫 IDG 高音單元同低音單元調轉嘅，呢、這個亦都係 Mission 嘅招牌嚟嘅。一般嘅喇叭就高音單元喺上面噶嘛，低音單元喺下面噶嘛。其實咧每一個單元佢都會各自出聲噶嘛。咁佢哋出聲其實有速度嘅。咁佢嘅速度咧，可能咧一個快啲，一個慢啲。咁但係你知道一個好嘅喇叭應該嗰個高頻低頻要一致地去到你耳仔度啦。咁用咩方法調校呢？就係、是、用嗰個 crossover， 即係我哋稱為嗰個中入邊個分頻器。如果你嗰個單元設計越複雜，分頻器越複雜，個設計複雜有咩唔好處呢？就係、是、難推。咁點解 Mission 嘅喇叭係比較易推呢？因為咧佢哋考慮到啦，將佢哋設計嘅高音單元擺下面，低音單元擺上面，其實嗰個速度調校係比較簡單。於是佢個 crossover 咧就可以用一啲簡單嘅設計，但係用啲靚啲嘅料，於是就嗰個靈敏度就會提高，於是就容易啲推好多啦。就你見到後面啊嗰個窿好特別嘅，一般嗰啲喇叭有陣時有啲 bass port 啦，咁佢就可以圓形嘅，通常都圓形嘅嘛。但係你見 ESX 咧唔係嘅，佢係一個橢圓形，仲有啲梳氣孔咁樣咧，個設計係特別唔同嘅。佢唔可以好似其他啲失眠花唔得嘅，佢本身 fix 死咗嘅，佢個設計係咁樣嘅。因為咧，佢呢個設計咧，亦都係為咗入面個排氣啊，令到佢嗰個 bass 嘅聲咧唔會回埋一嚿嘅，亦都會嗰個集中好多嘅，亦都個聲亦都會再實好多嘅。咁亦都可以提，即係喺個中低嗰度嗰個聲咧，個結實度會提高嘅。咁呢個係又係佢哋自己嘅自家嘅特別設計嚟嘅。呢個係 ESX 5嘅雙體，即係我哋嘅旗艦啦，即係比呢只再大兩個碼嘅，因為我哋有ESX445啦。咁其實三都係類似呢一個設計嘅，我哋出面有張圖嘅，都有 ESX 三個圖嘅。就是、你見到入面咧，啊唔係求其咁擺個單元嘅，你見到咧其實佢哋係間咗唔同嘅地方，同埋佢有唔同嘅面，佢特登係揀咗唔同density 嘅田嘅嘢咧，去吸裡面嘅聲咧，裡面令到減低入面嗰啲共振嘅，咁令到佢同埋個 base 咧出得好啲嘅，佢係介乎於一個通道嘅設計同埋一個全空嘅設計中間嘅一種嘅設計，佢每一個位都係細心調校嘅，咁所以咧呢一個位係。是一些旗艦的喇叭才會這麼仔細的。這個就是我們全系列漏了個 超低，因為這張圖是未有我們超低的。你看到中間呢就有 C1 啦，就是我們的中字啦，下面那個是 C2， 現在這隻 Peter 呢、就是、也都說過呢，他考慮到設計 ESX 這個系列呢，就想到 AV 呢，他覺得中字呢要特別花多些時間去研究，他覺得這個是他理想中的中字，就是起碼要有4個低音單元才叫中字、嗯、即是像個好像坐地一樣，如果不是個中字邊有即係嗰個質感邊度有㗎？即係呢個係佢自己嘅理念嚟嘅咁樣。當然啦，亦都為咗市場需要，都有一個試一細翻少少碼嘅喇叭嗰度咧。你見到書架咧就有呢一個 ESX1，即係等於呢只，同埋出面見到個白色啦。另外見到兩個 timeline 就叫做 ESX2 啦。嗯，側邊嗰兩個就 surround， 咁個形狀就類似 QX 嘅 surround， 但係呢一個係 QX 啊，呢個唔係 ESX。咁後面咧就三個座地啦，咁啊中間嗰個 ESX3 啦。咁啊，側邊就四啦，跟住五啦，咁啊一隻比一隻大啦。咁我哋就擺咗三就覺得比較親民少少啦。咁啊五就唔係個個屋企擺到，咁所以我哋就冇擺出嚟。呢三就係呢只8000幾啦，SRP 啊，係啊 SRP， 即係定價呢個啊7980蚊一對，官方定價喎。係官方定價，7900幾。係啊，7900幾。不過以書家嚟講咧，都係要一個能力嘅負擔嘅嚇。係啦。咁呢只三咧？13180。嗱，都係13000蚊，咁啊其實都合理嘅。點解佢可以呢個價錢做到啊？自己設計自己嘅單元，佢全部都係自己咁仔細，同埋佢就算嗰個 finishing 咁好咧，因為咧 IG 集團實在太勁啦，佢咧自己有廠啦，自己有師傅
生產啲單元啦，自己有皮廠木皮廠嘅佢啦，原來木皮廠都有。佢話：啊，你要咩喇叭咩皮啊？得啦，叫個師傅你個色板你要邊只隊我？啊呢，這個嗱呢，這個啊是但啦，我喺廠度，我喺個倉度攞啲嚟咁就做到㗎啦。咁即係唔會話好似可能有其他牌子可能要揾其他廠做，所以個成本比較高。咁因為全部都自給自足嘅。甚至咧，好似呢一個噴，其實呢一個光面咧，你見到呢個光面點解咁平呢？原來呢個係起碼噴咗六浸油嘅。你見到咧，呢一個係一個弧形嘅設計嚟嘅，花心機嘅工藝啦，亦都係一啲大廠先做得到嘅。咁所以因為本身 IG 自己全部都做到曬，咁所以佢就可以將個成本比較低，但係佢亦都冇提高呢個售價。係，咁佢就將平咗嘅，佢哋慳咗嘅成本咧，亦都平啲。咁樣即係比較相宜嘅價錢賣翻俾消費者。咁我自己覺得去咗 IAG 嘅廠咧，我發覺佢哋唔係純粹係一間想為即係為揾用音響嚟揾錢嘅公司嚟嘅。咁當然佢哋都係要揾錢，係要賺錢。但係你問我，我覺得呢一 part 嘢，我喺我睇佢哋就似係個老細似係我嚟玩嘅，因為佢又整間房嚟睇戲，又聽歌，啲嘢又好鬼大，好誇張咁，同埋嗰個似真係似一個小型嘅成人嘅遊樂場啦，成人遊樂場嗰只啊，即係佢又有無端端又有個地方係擺曬佢啲咁嘅睇嗰啲畫啊、古董啊咁啊，俾人欣賞喎。就懶係博物館咁，但係其實冇用喎。我啲畫仲貴過啲喇叭。係啊，我發覺有自嗨嘅，其實佢搞個咁嘅地方出嚟。咁而唔同嘅品牌，我覺得佢因為佢本身自己個老細聽講係一個超級發燒友啦，咁所以佢就有其他嘅生意，就但係又賺咗好多錢。咁跟住就好中意將啲品牌收歸旗下，即係好似咧啲足球咪啲好中意買啲明星翻嚟組一個自己明星隊嘅。我覺得佢又係呢一種咁嘅諗法，但係我又覺得佢即係對呢啲品牌咧，其實佢自己本身好中意嘅，佢又好想將嗰個品牌再推翻出去，因為有啲品牌其實都沒落咗噶啦嘛，即係好似 Mission 講真 ，Mission 中間有一排其實都冇人理嘅，亦都冇乜人再講嘅，即係佢出完一紮，因為好耐都冇出啦，咁跟住一路都唔出噶啦，咁好似唔知以為佢玩完咗咁，咁但係譬如係啦，呢、這個 Mission 呢個品牌，咁呢一兩年我見到佢又。即係 LX 又性價比高啦，跟住 QX 其實個聲音或質素我覺得 OK 啦，咁跟住之後去到而家 2CX 其實佢以依一個嘅樣啊，或者依一嚿咁嘅嘢，如果你諗下喺其他嘅牌子度，佢會係咩價錢？即係譬如依啲，咁你又唔賣三皮啫，唔賣三皮都白痴啦，啱先？如果佢本身個牌子係有手有腳嘅話，啱唔啱先？係啦，咁所以咧就你問我，我覺得尤其是佢玩 AV 嗰個瞬間瞬變反應，我覺得係值得。大家試一下嘅，咁所以咧今日就有個機會我哋 try 下啦，咁事不宜遲啦，不如我哋聽完書之後，我哋聽揾啲歌聽一下先，好嘛？補充一點啦，就是、提一提，可能因為好多朋友可能未了解嘅就係、是，其實喺舊年2019年1月1號開始咧，咁我哋安橋 Panlia 就係正式咗成為 Mission 嘅代理啦。我唔知嘅咩？係啦，可能有啲朋友唔知道，我見上網有啲人就唔係好清楚。個代理已經轉咗喺呢一度嘅，咁所以咧就話俾你聽，佢而家嘅代理咧就係 Panlia 喺 Longkiao 嘅。咁我哋而家首先就聽啲大眾化啲嘢啦，好嘛？係啦，冇錯嗱，而家聽歌咧，好多人都會買碟，但係咧更加多人係開始想試下用 Tidal 聽歌嘅。咁亦都會有好多其他唔同串流玩法，譬如我 rip 咗啲碟擺喺 NAS， 咁其實形形色色都好啦，都係講緊用一個唔需要有實體碟嘅方法去聽。咁所以咧，今日我哋就頭先講咗啦，都預備咗一 set 嘅機咧，就係俾大家聽一下用 Tidal 聽呢一個 master 嘅 format 入邊嘅 MQA 點樣樣，或者係一啲 HiFi 嘅質素嘅歌，究竟出嚟嘅聲音係點樣？因為好多人以前聽過串流嘅歌，或者係呢啲叫 CAS 嘅歌咧，其實都覺得咦啲聲真係未得嘅喎。咁但係而家去到依家呢個狀態，用呢一套咁嘅系統，用呢一隻嘅 2CX1 究竟出嚟嘅聲會係點咧？咁我哋咧就可以親身試一下啦。咁啊 ，Tidal 方面入邊部機係咪已經預載咗？係啦，而家呢一我哋呢部 Panlia N30AE 就 Source 啦，即係個 Streamer 咧，咁就內其實佢已經內置咗 Tidal 啊、Spotify 啊、Level Server 啊嗰啲功能㗎啦。咁我哋而家試下用 Tidal 啦，咁佢本身支援埋 Tidal Masters 同埋 MQA， 即係佢可以串流 High Res 嘅。如果佢嗰、那個碟有提供 High Res 嘅話，咁啊我就喺其中一個 Tidal 裡面，佢有一堆 Tidal Master 即係 High Res 嘅一啲推薦嘅歌裡面咧，揀咗一首我覺得嗰、那個聲人聲係幾特別嘅，咁啊大家可以聽一下啦。咁啊用緊呢一對 2CX1 就用我哋一部9150，咁啊4000多蚊嘅一個兩聲道 M 嚟嘅啫。咁就大約聽一下佢個
咁樣嘅玩法，咁啊只係萬零蚊咁一套嘅玩法，大約係點嘅聲咧？咁啊，第一行覺得點？你先啦。哇！咦，好行喎、啊。你咧？覺得好似扯咗好前一路出去。我自己聽咧，就學你話齋啦，即係企得好前嘅，即係同埋企得係幾中。即係我聽得出幾唔錯嘅，就係嗰個人可以企喺中間嘅。咁唯獨是依一個，因為可能書架關係啦，我低頻我都覺得係比較上削啲啲。咁但係以呢一 set 嘅價錢應付呢一個環境，用呢個音壓嚟講，我覺得係收貨嘅。咁尤其是你翻到屋企就會係嘟嘟嘟嘟縮細咗噶嘛，係咪？下手咧就聽少少啦，呢、這個就有少少玩嘢嘅，因為佢有啲音效咧，就喺個音場方面咧，佢個定位上面都幾多嘢聽下嘅。咁我哋就唔會聽曬嘅，我哋聽一啲咁啊，過癮下過癮嘅。好，咁啊呢一段咧，其實就我嚟俾大家試下個定位感啦。因為頭先我坐喺度聽咗一次嘅啫，咁我都覺得依周圍飛嚟飛去嘅喎，咁希望大家都聽到啦嚇。We don't know how to rhyme, but damn we try。而家咧，我哋就用緊對二聲 X 一啦。咁大家都會諗啊，喂，其實喺依個地方度用書架，咁可能會覺得話，可能成個 range 唔夠豐富啦，係嘛？咁會唔會用咗呢一個坐地啊，會有啲咩效果呢？咁所以咧，我都會想試下俾大家聽下咧，呢一個 source 加呢一個嘅 M， 如果換咗呢一個嘅坐地喇叭出嚟，效果會點？咁但係咧，因為咧呢一個咧就牽涉到嗰個推力嘅問題啦。咁見到部 M 個價錢咧，其實都唔係話真係十分貴啊，四千幾蚊。咁佢推一對坐地喇叭出嚟嘅效果會點咧？聽完分別由中間嗰排講先，你講先啦，咁開心，正喎，係咪㗎？好，即係屋企用書架嘅真係大鑊，同隻書架比較，主要隻坐地，即刻爭好遠嘅，係好過癮添。咦，隔離呢位咧，聽到嗰啲人聲都聽到啦，聽到人聲，拍板我細嗰個就好似，細嗰個就比較，其實細嗰個我就覺得唔係好合格嘅。即係坐地呢只咧就叫好啲啦，咁樣即係比較開揚少少啦，咁但係我自己就覺得聽音即係聽兩聲度嚟講咧，其實佢係好多嘢限制咗啦，而家都仲係嘅，即係以佢呢一隻喇叭出嚟嘅聲，完全唔止係咁嘅。咁但係我哋見到呢一啲嘅價位嘅組合出嚟咁嘅聲，咁大家可以攞個 reference 先啦，即係由低聽慢慢聽上去啦。咁同埋依家呢個係 title 啦，咁 title 入面嘅 master file 咧，其實有時我發覺咧，有啲就好正嘅，有啲唔知點解咧就硬係爭啲嘅。咁頭先嗰幾隻咁有啲你都聽到係個聲音出嚟個取向好唔同啊。咁呢一首亦都係有佢自己嘅聲音嘅。好，咁跟住咧就想講多少少啦，我想反而想問一下咧，其實買一對喇叭。我應該而家仲需唔需要好介意佢嗰啲咩幾多瓦啊、咩音啊嗰啲咁樣樣？點樣配 M 咧？即係譬如我一對喇叭，譬如我有部 M 啦，咁我應該買啲咩喇叭先可以配得到咧 ？AV 我就覺得唔使點理嘅，但係 Two Channel 使唔使理嘅咧？其實咧，好似咧 Vision 2X 咁，佢本身都係預咗設計 AV 同埋音樂 Stereo 兩用嘅，所以佢基本上咧，你用 AV 嗰個諗法去配都得噶啦，基本上一般個音數都唔係好重要嘅，其實。咁但係我點樣可以知道其實推唔推得起啊？即係譬如好似而家我嗱依一部9150頭先推書架同推坐地，其實都有兩個分別嘅。嗱，首先睇聽，即係最容易睇 spec 睇靈敏度啦，即係見到嗰啲靈敏度咧個數字越大咧，就理論上就越容易推到嘅。咁當然啦，推到同好唔好聲唔係等同嘅，推到唔代表好聲。89靈敏度係叫高定低咧？叫做都算幾高下啦。即係已經開始高啦。係啦，開始高啦。咁如果有啲係80啊嗰啲就80嗰啲就肯定難推啦。係啦，嗰啲就叫大氣。你知道一定肯定難推，你一定要服侍佢個 M 要勁啲啦咁樣。咁呢個即係基本嘅一個其中一個諗法，但係講緊係夠唔夠聲？夠聲唔代表好聲啊嚇！即係記得呢個 concept 啊。即係有時話推唔推得喐？推得喐唔代表好聲，推得喐有機會可能佢會啲聲會反而係。燥啊，炒耳啊，
咁所以就其實部 M 嘅 Watt 數有幾大啊？即係我個喇叭嘅靈敏度其實都可以叫做有個少少嘅參考價值喺入邊啦。即係我一睇就知道啊，唔好揸咁遠先啦。一睇哇，喺七十幾個左哇咁嘅靈敏度，咁啊呢隻嘢碌足啦。即係唔易搞，唔易搞。係咯，即係要揾啲好嘢招呼佢，係啦，唔可以求其。唔知道大家有冇呢個問題？究竟我應該用書架好定坐地好咧？定話誒，其實好簡單，唔使諗啦，就坐地。咁如果可以嘅話，係咪一定坐地啊？可以嘅話，你空間有嘅，梗係坐地。但係留意坐地就一般嚟講，你要發揮到咧，那個 M 嘅要求都會大啲嘅。即係呢個留意翻，即係你例如你配 AVM 嘅話，都要個火數要大啲啊，甚至可能要加埋後級啊，你先可以發揮到。如果唔係，有啲係佢有咁大個身形，但係就唔夠力去喐到佢，咁就會爭少少嘅。咁啊，唔可以充分發揮到個喇叭個實力，係啦。同埋咁嘅情況下，就反而好難教聲啊。即係如果 AV 嚟講，都真係。咁但係咧又咁講喎，如果我屋企係好細嘅話，係咪買書架好啲㗎？其實係咯，即係其實嗱，亦都同個環境有關嘅。即係如果你環境太細咧，你買坐地咧，反而個低音你唔夠位俾佢個低音行啊，反而未必可以發，亦都係空間會發揮唔到。就有啲人話啊，我唔理係咪都買大隻先，但係如果佢可能嗰個聆聽空間比較淺窄嘅，其實反而可能得五尺。係啦，咁反而咧，佢未必嗰個低頻，佢未必夠位俾佢走，定佢可以有充足個低頻可以出到嚟嘅嗰個沖程。所以咧，套翻轉，可能你揀個啱嘅一個書架，佢本身有佢自己嘅低頻，可能啱啱同個房 match 咧，可能出到嚟個感覺會仲全面少少添，同 wish 啲添。即係其實呢個就講配搭嘅。咁呢一隻咧，你見到而家呢一個範圍都絕對夠用嘅啦。即係呢度都成十二尺有多。係啊。好，跟住我哋玩啲咩啊？我哋不如試下用全套 AV 嘅嚟聽。係啦，咁啊，跟住咧，因為大家都 AVM 啦，嚟翻友仔全部都 AVM。咁我哋不如咧就而家攞個840，就攞只88做 source， 跟住咧就 RCA 落去840。又840咧就會試翻 two channel 先，即係用佢立體聲，因為佢安橋嘅 M 咧有一個 pure mode 咧，就係真係會識曬啲視頻嗰啲 IC， 令到佢變成一部純嘅two channel 扩音機嘅，咁所以咧，我哋都可想啊咁嘅情況之下，因為佢力水都比起嗰部9150，其實都有一段幾唔錯嘅距離啊。咁所以我咁樣試咧，試下聽歌嘅效果睇下點先。嗱，呢一隻嘅上海姊妹，如果上年尾即係八月影音展出嘅嗰個期間出嘅呢一隻係近呢一排出嘅 HiFi 碟之中，因為其實今年都出咗好多 HiFi 碟，只不過有啲冇人留意到啦。咁啊，佢都算係一隻比幾唔錯好聲嘅一隻碟嚟嘅。喂，好聽嘅 California 呢個咧，真係好鬼恐怖嘅，好一個迷思嚟嘅。我細個去旺角音響買第一部嘅係咪叫第一部 AVM 咧？都唔係，係第二個 phase 嘅第一部 AVM 咧，都係聽好聽嘅 California。好嘢喎，幾唔錯喎，幾響喎，估唔到咁大聲嘅。跟住落嚟呢只碟啊特別啦，呢只碟就一定大家未聽過，因為我都係最近喺公司度抄到嘅一隻日本安橋當年係講緊係2005年在日本裏面做出的試音碟。跟住落嚟咧，就會試下咧，呢一抽嘢咁樣樣去5.1.4。去播一播戲咧，佢又會係咩反應、咩聲音啦咁樣。
今日咧就承蒙啊 Desmond 嘅努力啦，咁啊辛苦地咧就為大家揀咗咁多嘅章節出嚟，咁我咧就只係攝咗兩嘢落去嘅啫，咁好多嘅正嘢都係 Desmond 揀嘅，俾掌聲佢先。係啦，咁啊今日咧主要咧就希望大家可以試真到呢一個 2CX 啦，因為都聽講好多朋友講，其實要試到佢就都幾難嘅。咁啊，亦都有好多啲 model， 亦都未必齊曬啊，或者又唔係咁多地方會有擺啊咁。咁啊，所以咧就有呢啲咁嘅機會俾大家去用唔同嘅方式，即係希望我哋揀到嘅嘢出嚟都可以俾大家試得到大家想試嘅嘢啦。咁如果真係唔得嘅話嘅，咁咪都係出快事咯，係咯。恭喜曬 ，I Matter 咧就。